来，好嘞，今天吧做了一个新网，咱们拿出来试试看啊。看啊，看这个数字啊，6.5，好嘞啊。这个网的话呢，网高是6.5米啊，网眼是2指啊。新网的吃鸡网啊，网的话呢有点大啊，这个网吧不占高处是真打不开啊。都踩来，不要踩来，踩着，踩两个袋子，这才叫。来，我拉出去给你看看啊。啊，咱们给他挑战一下啊。手抓不下。先把网一跑，要你脚踩不踩？网外有点重啊，这个网的话呢，不抓手绳的情况下啊，它是有15斤6两啊，然后装到手绳吧，应该16斤吧。抓不住了，抓不住了就不抓上面了。来，咱们来一网啊，来，你还行。我只能说这个网我打开了70，高度还不够，这个地方吧，这个闸口吧，高度还不够的啊，高度再高一点，这里会更好啊。来，接着拉。太重了，太重了啊！这个网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没有个10米8米的桥啊，这个网还不好打。这里这个闸口这上面到水面的话，应该也就6米左右吧。要10来米的话就好打了啊。网的话呢比较重啊，比较大，然后没把子力气吧，真玩不动啊。把这个网直接放下去啊！6.5米了，6.5米的网啊，从这边啊，应该还差一点点啊。对，应该这里7米左右吧，啊，不是，还相对来说有点矮了啊。哎呦我操，拉的真厉害！这东西好买啊，要点力气啊。好买，有想挑战的话可以再挑战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说实话，这个网我在地上铺过啊，它能铺开啊，啊能铺开。打的话呢，这暂时就还稍微差点啊，等我再试试啊。好。